家好，我是七冠书冯志先生林俊谦。防范 COVID-19 之前，我国从今年十五开始加强疫检联合居家检疫措施。香港人疫检我国曾提供初步检疫之前三年之内的检验报告，六检疫技术证明。提醒你，检疫技术还是防治低效，莫是接种检疫所为主。你在上面去参考防治低效专业名册，莫是打个战士防治低效联络窗口电话咨询。请注意，香港人希望对无法进行居家检疫，填充个居家人政府，无法做唔得就非居家检疫的对象。同时，他们写切结束，感谢所有你检疫下配合防治措施，强化修复全体国人的抗疫的安全。